台车的价格都是不一样的啊。然后呢，再一个给大家讲的就是什么呢？我们的所有的二手车，大家可以放心购买的是，我们收过来的车就是有这样一个，收车标准的啊。比如说，10年以前是10年以上的车我们是不收的，但是现在，那个戴口罩回来以后，我们是超过3年的车是不收的，因为我们店里最近新来的车都是19年的，就是都很新很新的啊，都很新很新的。回头万一能合作，我这边也经常有客户包年，我可以去你那提车，可以呀，可以呀，你私信我吧，然后我这边下播以后回复你。我今天哎，怎么这么热呢？是吗？我都冒汗了，我都冒汗了。咱们大家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啊！威迪名车体验馆，让客户满意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。而且我们威迪名车体验馆只收受曾被呵护过的爱车，绝对绝对绝对不会有事故车、水淹车、火烧车怎么怎么样的这种大事故的车辆啊！我们的车超过3件划痕补漆的，我们也是不要的啊，我们也是不要的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啊。私信了，好的好的，我下播以后会联系你呢啊，下播以后会联系你的。今天热吗？今天热，今天嘎热。X5有吗？X5的话，店里有一台白颜色的 X5，19年的啊，19年19款，然后很新，水晶挡杆。价格的话，小小贵吧，我觉得就是跟正常的，就是别的车比会有一些小贵，但跟路虎比它不贵啊，跟路虎比它不贵。你要是想看的话，可以给我们刷10颗小心心，带大家去看车，带你去看车，不好意思，带你去看车。我简单告诉你一下价格吧，我记得是60多，63万8的这样一个价格啊，63万8的这样一个价格。你如果觉得可以接受的话，我就可以带你去看啊，我有点。